佛教圣地，佛牌的种类多不胜数，而每一种佛牌的背后都拥有着神秘的力量。究竟这股力量是怎样得来的呢？相信很多观众为求保平安、旺人缘或者是其他原因，都会佩戴一些佛牌的。那其实佩戴佛牌和圣物的时候，你们又知不知道有什么需要注意和避忌呢？那其实你们对泰国佛牌或者圣物又了解有多少呢？在我们节目《信事有缘》里面，就会请来对泰国佛牌有资深研究经验的刘师傅为我们讲解一下的。刘师傅，你好。那其实泰国佛牌戴上的时候，你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陀根针呢，就要陀完之后就要念回到经，根本每个间庙的所属的经文是不同，念完之后呢就陀回根针得了。即每一个佛牌都出自不同的庙宇啦，其实每一个庙宇都有段经文的，如果戴了上去的时候就需要念一次经文才行。其实我们在戴佛牌的时候，当请了佛牌回来，是一个牌的，我们装嵌上或者譬如一条链或者镶嵌那间屋仔的时候，间屋里面任到你，即每个人的喜欢是不同，有时一身金不受降学银河任得你喜欢。师傅，我见这些就不受降链咁样嘅，有些就好像是这个是单眼子壳，咁样不受降都可以佩戴，每个人喜欢你唔同，不受降或者银链就得，金链就得，咁样呢个不受降咯。咁有冇话唔同嘅链佩戴完出嚟个效果唔同咁样？冇分系，系个别嘅人喜欢，咁样可以抬一个或者双数，咁样每个一三五七咧系泰国嘅风水线。是古代，是以前大喜一三五七，为什么要抬一三五七这条数？原因因为风水线，不可以抬双数。哦，即是不可以佩戴个佛牌是双数，即是二四六这样就不好听。我开头就以为是其实是大个风水线，平衡到，所以就要戴单数。如果唔系，每个条链一定要抬一个。如果你想抬两个，要两个条绳。咁有冇话会戴得多？有啲我见有好多泰国居民本身都戴十几个。每个圣物、每个磁场、每个八宝唔同，即系好似象神，类似啲唔同嘅八宝、唔同嘅磁场，同埋四面神都唔同，睇你佩戴系边一份。咁我哋戴嗰阵时有咩需要避忌嘅咧，师傅？行房。行房系绝对要啦，系。唔准摆裤袋，冲凉就要除低。原因因为咧，番碱你摸一下睇最冇嘅佛，唔好啊。对佢唔尊重。即系并唔系话可能啲水整湿咗个佛咁简单噶喎。唔系。其实即系可能你掂到啲污糟嘢就冇落个佛度。系啦，毛巾，你抹抹一下睇最抹嗰个佛唔好咯。咁如果譬如当冲凉嗰阵时真系唔小心大咗。或者是某些情况之下做错一样嘢，念翻所属嘅经文，会有师傅嘅经文系唔同，咁样念翻。譬如有一个咧个佛牌，叫你念一次就念一次，念三次就念三次咯。即系跟翻个磁场，背翻个经文，打通佢。即系好似信你有一个佛牌，即系等于冇个经文，咁样变咗个认唔到咯。咁我哋譬如喺戴佛牌嘅时候，要除啦，冲凉嗰阵要除啦。咁其实有冇话要放喺边个位会比较好啲咁样噶？柜桶，或者一个适合嘅地方，你要睇嗰个台面系有乜嘢。即系如果譬如系有啲譬如个柜桶里边装啲内衣裤嘅，咁就唔好咁样摆落去啦，系咪啊？直情唔好啊！系啊。咁如果话当我屋企有个神坛嘅，譬如观音像啦，或者关帝像咁样，可唔可以摆上个神坛嗰度？可以摆喺神坛。咁有冇话需要有啲香火供奉啊？唔需要，唔需要。戴上身嘅供奉型，系陀上颈型。戴上身嗰啲就唔需要供奉。系啦，睇你嗰个系佛牌系乜嘢？如果云彩童子有独立一个灵，就要装香啦。我见有啲朋友就直情讲到好复杂嘅，大小便都可能要除啊，又或者摆埋一边啊。咁其实呢样系咪真系要咁执着咧？哦，唔需要。譬如大小便就照陀，有啲客咧，譬如有摆全面去洗手间，然之后拎个牌摆喺呢度，但佢都系带个佛牌去洗手间，一样嘅道理啊嘛。譬如跟住咧，你洗手再掂你嗰个圣物。
一樣嘅道理，唔需要喐噶，照擺翻就係得噶啦。哦，即係其實個意思就係話，屬於凡人嘅生活啊嘛。哦，即係並唔係話佢見到你小便就唔好，只不過係你隻手唔乾淨，你得帶佢入去裏邊。即係其實就唔關事嘅，最好你就唔好掂佢，就唔使特登話擺咩啊或者除落嚟啦。係啦，咁主要就係行房就好似話大忌嚟嘅喎，係嘛？如果萬一行房嗰陣時候，真系带住一个佛牌，咁就手尾长啦，系咪先？啊，用唔到咯，直情用唔到。个道力慢慢淡咗，个法就唔会惩罚你咯。个法就唔会惩罚你，最多冇力咁解咯。哦。咁万一你唔小心摆裤袋或者抬嚟冲凉，最多练翻套经，请翻个力出嚟。但系你行房，抬住行房嘢之后咧，就冇得救噶啦。即系等于你咩？你抬四面神，等于咩？四面神嚟跟身，一齐去。唔係咁好咯。哦，咁當然啦。係啦。咁真係，如果萬一做錯啲嘢嘅時候咧，就應該其實係當真係冇得救啦。咁應該有咩動作可以做到呢？即係譬如送翻個佛俾廟啊，或者送翻啊，就係做個寺廟或者去嗰間佛殿最好。咁樣有嗰啲可能話，我開光，即係好似四面神，可能嗰個法事開光999個高僧，開光九日九夜，咁樣求其揾一個和尚開光。请不到道力回来的，那么他999个高僧开光都是没意思咯，即是后期一个就可以了，即因为每个法事开光 九日九夜999个和尚开光要集会，即是要 call 定每个间庙的师傅，集会定在这个 Bangkok， 要起码一年时间才能开到这个法事，即是不是每一个佛牌都不同不同的，即是开工的时间，即是又长又短，又多人又少人，所以不同的圣物又不同的道经这解咯。咁如果万一真系，譬如真系做咗啲咩，要请翻去庙嘅时候，都系要请翻佢本身制造出嚟嗰间庙。如果你找不到嗰间庙作为所属的地方咯，就冇咁样劈去嗰个垃圾桶唔得，因为佢佛像嘅嘛。系啦系啦，系唔得噶。听都听好多啦，就是不小心抌咗个佛牌，有啲话。就會有手尾根，有啲仲好嚴重添，係啦，拎一啲佛牌抌落河喎，啊抌落河嗰啲，咁直情唔得啦。哦，嗰個直情故意抌啦，即係萬一哦，譬如可能我執屋嗰陣時，因為我聽過唔少啊，好多客話，我師傅教我將個佛像陀上頸形同埋一個供奉形，全部包紅紙抌落河。哦，唔好㗎。即係其實正宗嘅做法應該點做咧？萬一我真係可能多得滯，送翻廟，有個字廟得㗎啦。是啊，放低佢系对唔住啊，因为你唔需要，即系你可能啊话你搬去加拿大唔需要，或者乜嘢都要同佢祈祷，同佢讲声咯。唔系话请完咗之后需要就请佢翻嚟，唔要嗰阵时就劈去喺度。系啊。咁有一个就好神奇嘅问题，就系有阵时啲佛牌会裂咗或者爆咗噶，咁听闻就好似话帮你挡咗啲嘢。要睇个系咪啊？睇个壳点爆。如果你每即系佛牌你抬完咗之后咧。个实物，即系个裂咗里边，即系但系个壳冇爆，个胶壳冇爆，个里边嘅圣物爆咗，即系证明你撞邪，撞咗嗰样嘢，帮你挡煞，即系挡咗个煞佢。咁如果真系万一烂咗，咁我哋正常系要继续戴翻啦，亦或系要如果个佛牌咧裂崩嘅嘢咧，最好梗系冇妥翻啦，唔吉利啊，咁你又要送走啦。但系如果个壳烂咧，可以维修，系啊。即系可以维修，可以整翻。吓，个里边裂咗就要送走佢啦。系啦，裂崩嘅嘢冇人表上嘅嘢就。但系嗰壳烂可以维修，可以整翻。咁有冇话？咁啊，练翻到经，请翻个道力，原因为个师傅，你交俾个师傅嚟维修，佢掂个手啊。系。唔同嘅磁场噶啦，要练翻个道经，跟翻你咁啊，就得噶啦。讲到磁场呢一方面咧，我谂好多观众都唔系好清楚噶。我哋下一集咧就会继续讲磁场嘅问题噶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有关泰国佛牌的资讯，可以浏览以下网址 www.thai-wong.com 或者致电9877-77。